好美的晚霞，好圆的月亮啊，好大的迷宫啊，好高的楼啊。好的小伙伴们，我又来了，我马上就要迎接第197天的尸潮了。我把之前所有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在一起，高空的、水上的、地底的，外加八卦阵迷宫，就等着这一刻了。决战时间到了，说实话我现在有点慌，不知道自己顶不顶得住这次尸潮。小伙伴们赶紧点点赞给我打打气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上师们准时准点的出现了。我们先观察一下他们的行动线路，看来跟我预想的一样，很多上师进了迷宫后到处瞎逛，迷宫成功的分散了他们，导致上师们没有大面积的聚集。这样的好处就是某一个区域不容易被上师们快速破防，不过还是有一些硬头皮的。你看下面这一堆聚集在一起，离得最近，只要拆破墙就能进来了。不过不用慌，还有我呢。没有撤退可言。哎我靠，这手雷，算好我反应快，不然又把自己给交代了。现在迷宫下面的丧尸越来越多了，丧尸们都找到了最近的路线，全部聚集在下面了，而且数量多到我的电脑已经出现卡顿现象了。这边已经有丧尸进入河道区域，看来第一道防线快要坚持不住了。我靠，我宝塔竟然出现了坍塌现象，赶紧溜。好家伙，算好我反应快，及时的转移地方跳了下来，不然我指不定就交代在上面。当时挖这个坑修这座楼的时候，我的预期是最少100米以上的高度，但是因为支撑的问题塌方了三次，要不是因为中间这两根柱子，这楼随时都会彻底的垮掉。目前等了一个小时还没发现有丧尸掉下来，搞得我有点心慌，爬上去先看看情况吧。咦，说曹操曹操就来了，他们掉下来了，触发了电网陷阱，听到电网吱吱响的声音了没？哇，看来上面已经彻底的破了一面墙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跟下饺子一样就聚集了这么多丧尸了。你们快数数这里有多少只丧尸，到了这里你们就别想出去了，这是我精心为你们准备的电烤丧尸炉，可以清蒸，可以红烧，甚至可以爆炒。这两个闸门专门为了加调料设计的，客官们要是觉得味道不对劲，我可以为你们加点燃烧瓶或者手雷之类的，帮你们改改口味。而我只需要多留意电烤炉的供电正不正常，及时维修就行了。目前一切设施无任何障碍，可以高速运转，持续接客到天亮。就在我热情地为我的客官们服务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个大师兄，把我吓得一激灵。算好他没有自爆，不然我今天又要交代在这里。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告诉我，墙壁应该破了，可是我转了一圈也没发现有墙壁损坏的，而且这个小窗口只有丧尸狗才能出来，大师兄的块头怎么样也出不来吧，难道我见鬼了？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原来是自己忘记关地堡的闸门了，大师兄应该是没落到巨石坑里，掉在了平台上面再从闸门下来的。所以啊，这随手关门的习惯很重要的。现在已经上午八点了，我已经防御尸潮整整十个小时了，目前已经损坏了三个刀片陷阱，电网也坏了一部分，主要是因为上面只塌了一面墙，丧尸们只能从一个口子下来，导致他们全部掉落在墙角的那块区域，其他角落的陷阱跟电网根本没派上用场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再坚持两个小时尸潮就彻底的退去了，我只要稳住保持目前的状态，慢慢的清理丧尸，妥妥的能坚持到天亮。好了，尸潮好像结束了，没发现有丧尸掉下来了，趁着现在赶紧下去修理一下墙壁跟陷阱，又掉下来几只，
还不死心，要不要我送你一程？下一个傻逼